嗨，欢迎收看本期的最有感觉。大名鼎鼎的意大利水城威尼斯，相信是各位热爱旅行的小伙伴的必到打卡之地，也是不少情侣心驰神往的爱情圣地。而近日，威尼斯除了一如既往的水城称号以外，还被游客们惊呼，这大概是冰城吧？是威尼斯开发出新景观了吗？还是那里的冰景特别好看呢？但专家却说啊，要来看水城的要赶快了，这可是威尼斯消失的前兆了。这样的言论一下子就在网上炸开了锅，网友纷纷指责这样的言论危言耸听。但实际上，威尼斯在近年来甚少在三月份还会有降雪和结冰现象，而今年三月所有河道却突然结冰，形成了旅客口中的冰城。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听着就很像电影《后天》里面的场景呢？专家也坦言了，这样的情况预示着威尼斯今年的夏天将会比上一年更加温热和干燥。相信上一年威尼斯部分水道干涸的现象大家都有所耳闻，但大家肯定觉得水城会因为水道干涸而成为我们印象中的美景。然而呢，它其实更有可能会因为被淹没而成为过去。近年温室效应每年都会肆虐欧洲，意大利也是其中的重灾区。根据估算，威尼斯也会受到全球海平面上涨的影响，河道水位超过居住安全界限，最终把整个威尼斯城淹没。而更加令人着急的是，它甚至会在日本各岛、荷兰和大洋洲各岛国之前被淹没。根据专家估算，100年内如果没有相关有效的措施挽救这样的局面，威尼斯水城就会成为威尼斯海城了。而意大利和威尼斯政府早已启用多种方式去拯救和延缓这样的情况，现在看起来收效甚微啊。温室效应是全人类种下的恶果，只能依靠全人类的力量才能得到根本解决了。发现更多旅行趣闻，请关注最有感觉，洋洋和你不见不散呢。